你是想用原来的样子来测试自己，总有一天会变成被猎杀的人。 绝对不能容忍你的行为。死亡降临，你的良知会因此恢复吗？ 先生女士，晚安，欢迎大家来到今晚的表演现场。今晚事情跟表象不太一样，你会发现眼见不一定为凭。就拿这个安静的年长女性来说，她在等待孙女的到来。当然，这个和蔼的灰发老太太。 没什么好怕的，不要叫我告诉你结果，你得自己看看这些表象之下隐藏了什么。现在，好戏就要上场。 这样才是得到你。
关厅只对来宾开放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啊！我的时间来得正好，属于是正要开始的。我需要再靠近你，我需要目标。
我能帮你什么忙吗？再见。力量与荣耀，当然，啊哈，听起来不错。起来不错，当然，啊哈，听起来不错，啊哈。当然，听起来不错。当然，啊哈，听起来不错。是该采取替代方案了。听起来不错。啊，轮子开始转动了。是的，当然。没关系，我们来看看。当然，当然不错。显而易见的计谋。听起来不错。啊，我早该知道的。没关系。我们来看看。听起来不错。当然，只要一点疏忽，就会赔上一切。没关系，显而易见的是该采取替代方案了。当然，是的，当然。起来不错，显而易见的计谋，我们来看看。啊哈，听起来不错，这是必要的牺牲。没关系，有趣。
定要绝对完美才行。是。